Hello， 各位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宝英老师。来到了十月份，就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，就是我们2022年儿童假期营要即将开始报名了。我们营会的地点是在当中 Malim Beacon Resort， 我们的日期是在12月19到21日。我们的收费是220令吉，是给7到12岁的小朋友们报名的哦。哎，我讲了这么多，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会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年的主题是：我是独特的，你和我都是神独特的创造，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。因为在139篇14节说到：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为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那么我们的报名方式可以透过我们的 Google Form 来到报名，在聚会结束后，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摊位询问。好，我就说到这，再见。哎，记得你是独特的。